可以好潇洒咁开嘅嗱，咁啊反转部机，啪啪佢，系啊，一啲都唔潇洒，反转佢，咁啊开个电啦 ，SIM 咧就放喺嘟呢个位置啦，咁我喺手指甲轻轻顶一顶佢，即系 SIM 就弹出嚟啦，我拎走个电，咁啊成根 SIM 就褪晒出嚟。入 SIM 過程亦都非常簡單，都是同片向上咁啊插佢入去，有公仔俾你睇翻嘅，啊咁啊拱入去，啪一聲，咁啊完成噶啦。你可唔可以懟出嚟一半咁大家影相？有得啫，嗱咁啊細音聽住啦，咁啊懟根 SIM 落去，咔一聲，咁啊大功告成。OK， 咁啊入翻個電池，咁啊好安心地使用噶啦。有冇一嚿容量比較大啲嘅電池？呢部機就暫時未有，廠方亦未有提供嘅。咁啊，三 cell 就我哋相信一般操作都暫時夠用啦。咁樣如果有問題就可以買得夠後備電去更換。頭先嗰個 spec 寫話四個鐘頭係講緊 maximum 係做咩起？咁係咯，即係會唔會開緊 3G 定係開緊 WiFi 定係？咁佢就會以一個係，其實因為嗰個 max